四川，有知道穿了才买对吗？人家买给你，但你未必喜欢，对不对？你未必喜欢，就放在一边，放多两年你送给人了，对不对？这种东西你看过，你到底喜欢怎样的别人吗？你不喜欢，你睡进去以后就临别无数干了，临别无数干，那你可以来。蛮重要，放心，蛮重要，不然放心，晓得冇？放心就。 所以呢，这种东西以前呢，老人家为什么好久以前几十年前，某些小地方，老人家会买副棺材放在家里。啊？但是如果你怕奶奶，我不知道你们以前记得吗？这个你们不在家，以前那些老人家他们会买棺材放在家里。我不要，我不要走啊，我不要走就不怕啦。嗯，我总有一天会睡这个，老家。